各位乡亲、爱客家人、亲眷间，别名叫亲眷啊。今天就产生你发挥名单牌思考，我主张呢，做一用出一基本法，建立香港一初次一政府，令到香港呢就可以初次出立，唔输变共产党输反。所谓初次一政府呢，就好像诶纽西兰啊、澳洲一样，名义上呢，一种族权存在英国。但是呢，其实其后像国家一样啊，同样嘅。我叫赤柱晓啊，我香港嘅汤啦，乱插插啊，好多泰国人来香港，唱艺哋一巩屋，去学会，要买税货，招数撩衰，闹过街。今日啊，我双税泰半嘅汤啊，万计都喺药房。啊，后窗我哋香港人啊，不王平龙，真系太极呢事啊。我香港嘅汤又太学，啊，好多太学，一条。睇六年来霸位喎，有条后度用一条假条成绩表啊，仲跌包埋成绩嘅，来同埋啲香港人诶争去学位，抢翻运，将来咧诶有条别人一，我哋香港人咧都冇摊气啊，好难换工啊嘛。我一面计啊，香港仔叫切做嚣啊，啊教到眼盲同痴嘅咧，我咧我黑港人全员惊，除咧。政府一趟民间局一趟做过一粗壮的职位，地道泰禄咧，再在伊朗四千年啊，就再出来抒发香港啊，赤赤啊统治香港啊，所以咧，佢见那系咩，出铺来拆花香港咯，派泰禄人来霸占危香港咯，必招危啲香港人咯，啊危啲一自信啊，将来啊两面系神法啦，啊能教法啦吓，啊两面样啊，张连嚣啊，啊做后香港嘅咧，危事后。客家人陈元建都提出啊，要将基本法第五条啊，修改后期延长嘅基本法，香港呢就永久初次啊，今日呢到咗今年啦，啊基本法嘛，就称大三十年嘅期限，后多流放啊、安杰啊，就做唔到三十年喎，后多做29年、28年，啊后怕喺香港到咗伊朗47年啦。我哋喺法庭追究法院啊，办啲白件呢摊啊，外国一条主一条在香港就结交啊，好多喺度睇公诉，就拍共产党就三十年左右啊，佢七集通知香港一法治都冇包装啊，所以香港嘅前途嘅危机啊，见啦要出现啦。嗱，过两年呢，一睇落一件之后衰退，加上香港咧，亚摊又有前途嘅危机，要可能要出现咧金融风暴喎。后窗诶，叫七人啊，就负资产啊，后党人啊负债啊，还十件人啊，啊跳了就分啊，好惨啊！啊，用出个基本法，啊，共产党要向后答应咧，啊，共产党咧，佢持家做咗国家一钱入在香港嘛，后到钱就放在香港，啊，一人要在香港，也就做一暴富后啦，所以系陈云啊提出啊基本法嘅用出啊，共产党就冇反对嘅啦。系地道两名同共产党谈判啊，睇下商量后啊，做好总共嘅企格，将来咪互相合作咯。啊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就主张咧，啊，保护我哋成间人嘅典强咯。你话用出基本法咧，一样嘅，去做咗典强嘅保护后，啊，用人保护下载基本法。嗱，将来危业到啲发挥咧，去提出保护典强，系基本睇下就真讲咧，里边下地落。系啊，成间入边睇报。时工分量双税，好多客家人，挨好多亲戚朋友在亚地方住诶，挨咧自家都在诶分量连火气汤状态咯，希望睇紧挨啲客家人桥票变客家人前缘镜，挨落到呢发挥啊，一讲自己客家话，啊将挨啲客家话发扬光大。第二集李斌杰咯，思考客家人前缘镜，客家人啊，我条思考变自家人啊，多谢各位。